好，欢迎加入线上的油画直播课程。那在课程里面，我们的上课方式会先以讲解基本的一些构图以及打稿，构图里面需要去调整需要去注意的地方，再来就是使用的工具介绍，打稿方式，以及在打稿的颜色的使用需要注意的地方。在技法上，不同的单元会有不同的技巧，像是先画背景或是先画物体，在上色的步骤依照技巧的不同，绘画的程序、上色的先后顺序会有些差异，那也要考虑到颜料的透明性与不透明性，在上色的过程会互相影响。以这幅示范为例，就是以透明的颜色技巧为主，在课程的示范里面都会一一解说。最后画面完成之后，会再针对画面的其他表现方法或技法再去做最后的解说与讲解。好，想要提升你的绘画实力，那就一起加入我的油画线上课程。